大家好，大家好吓，咁你大家嚟睇下，我喺个车海里边啊，喺国内一个普通住宅区里边一个车海里边，大家见到啊，置身于一个车海啊，可以讲系车海，真系嘅，啊，全部都系车啊，大家可以睇到咧呢个咁嘅成个片区嚟讲咧，真系噶，呢度系讲紧三层嘅叠叠重重咧，啲车翻到嚟。咁我相信嚟講，啲人啊食餐飯都幾百蚊嘅話，會唔會交起幾百蚊嘅停車費呢？冇可能㗎。咁所以嚟講，我哋睇到呢嗰種未來嗰種需求嚇，咁亦都隨住嗰種小區嗰種收費啦啊，咁令至到呢，其實我哋講緊係解決咗我哋嘅生活上係能夠揾到個車位就安心嚇、啊、安心。咁何需要喺呢度咁樣擔驚受怕，又驚抄牌，又驚上邊隔離左右嘅 high five 嘅車位呢？啊，全部都是靚車嚟嘅，我見到啊，都是全部靚車。